您说都是朋友，那天您会去参加吗？哦，那个不一样啊，那个是大家为韩市长的造势，那我们去有点让韩市长尴尬不见得好。这是请教一下郭董事长，还有说就是如果当选的话会捐献，那你想想您怎么看的？我是正面的看了，我说郭董事长是大企业家，他愿意为台湾服务啊，他愿意牺牲奉献都是好事。